漫步》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阿中咗猫毒话外射啦，你个焦点错咗啊！其实咧，戴避孕套咧，从来唔系担心有咗 B B 嘅问题啊，系担心中性病嘅问题啊。有咗 B B 关人卵事咩？条女有咗咪又唔系你有，系嘛？即系你要有咁样嘅心理啊！屌佢俾得你肥嘅，即系预咗同你生仔啦，系嘛？咁至于日后周街都同你似样咁啊！個仔撞到個女咁嗰啲啊，你自己嘅放過，該會咯，放過有冇咁嘅運數啊？嚇、啊、嗱，老實講，即係其實咧，戴套啊出去玩咧，根據我嘅研究咧，都係喺呢個八十年代艾滋病出嚟之後先真係興起嘅。喺過去咧，其實避孕套咧，主要啲人咧係愛嚟做即係生育控制嘅，啊驚即係生爆廠啊！咁但係啲人咧，即係好似我哋嘅長輩啊，牛精文話齋咧，屌你，不如話戴戴套啊出嚟玩，屌你老母，戴套咪即係不屌個肚，屌你可唔可以屌閪啊？嗱呢個道理咧，我就受教咗，我到而家都係呢一個派別嘅信徒嚟嘅。嚇、嗯啊，即係如果你戴住套咧，去搞條女，然後第二日譬如喂，屌你個咩生哥哥，我哋琴日啊見到你喎。灼咗啊！屌咧，搖篤零喎，正唔正啊？哇！搖篤零，我冇灼佢啊！唔係，我見到攬緊住入酒店㗎，冇啊！我睇緊住你上十八樓喎，都話冇啦。我睇住你入房喎，睇住第二朝先出嚟喎，搖篤零，屌你紅粉飛飛喎，屌你都話冇咯，巴嚟巴撚咩？琴晚我戴住套，我戴套啊嘛。嗱，咁你唔能夠話我講大話喎，因為戴住套其實就真係唔等於有性行為啊。問神，你嗱，大家想象下性行為。所謂水乳交融就係要有徹底嘅接觸，甚至乎體液嘅交流。嗯，屌都冇，同你打個飛機冇分別㗎。所以我認為咧，如果戴套，即係你問我啊，如果講我哋追求絕對公平啊，我當然我唔係追求絕對公平嘅人啦。我認為咧，叫雞戴套去收你嘅費用咧，應該同你打飛機一樣嘅啫，即係200咯。嗯，屌你妹，唔戴套就唔同啦，咁啊400咯，啊即係咁就合理啲咯。咁但係咁點解呢？嗰陣時啲人唔驚咧？其實咧嗰陣時咧，性病係反而啊係好撚誇張啊！雖然我算個細路仔啊，因為咧我成日咧阿 Peter 可能知啊，特別我哋呢幾條街啊，你細個都應該見過嘅八九十年代，咪成日黏撚住嗰啲相咯，即係賓州爛撚曬啊，椰菜花嗰啲啊，成咩皮膚性手，皮膚係啊，皮膚性手，點解你諗咩？尤其是呢頭呢啲嗰啲咩雙住大廈嗰啲啊，夜晚嗰陣時咧，屌你都曬大大張海報嚟黏嗰啲咧，哇嚇撚死你！梗係話乜撚嘢事啊？屌你老母，哇！屌你又紅又腫咁樣，仲要落仔添，啊落仔兩飯啦。咁其實咧唔好話外嗰啲人唔驚喎，屌打支針咯，乜撚嘢啫？咁樣嘅啫喎。但係咧就後來艾滋病因為攞命咧去矛盾咯。其實唔係打支針啊，你譬如有啲啊梅毒啊咁嗰啲咧，以我嘅經驗啦，以我嘅認知咧。其實咧，佢係冇得徹底痊癒嘅，嚇冇嘅，佢可能係潛伏喺度，佢甚至乎去到一個位咧，未必再能夠去惹到人添。嗯，但係咧，如果你身體抵抗力弱咧，即係啲包疹一樣咯，佢會發嘅，所謂嚇，屌你老母好撚得人驚啊！嗰陣時咩越南玫瑰啊咁嗰啲，屌你，喂你直頭條溝冚家產，屌你老母哇生啲椰菜花，生撚到屌你老母撚似嗰啲咧石頭嗰啲。啲蠔啊，係咁樣啊，啊屌你老母，你都牛撚底啦，屌你老母，跟住遺疾忌醫，你有老婆就一早去醫咗啦。如果咪咩驚咪見到嘛，就係冇遺疾忌醫，生撚到屌爛撚到個會陰啊，哇，好搏嘢啦，好撚閪啊，屌你老味啊！好啦，嗱呢一節咧，我首先講呢啲唔係新聞嚟啦。匈牙利有班機飛去南韓，點知有條咁嘅南韓大媽上飛機3個鐘頭咧，都不斷喺度鬧嗰啲啊～空服，喂，連啲乘客都頂佢唔順，結果架機咧就喺呢一個布達佩斯出發之後咧，去到哈薩克，哇3個鐘頭可以去到哈薩克噶啦 ，OK， 就咁我而家諗到啦，去飛仁川機場，佢喺匈牙利，佢就經嗰條嗰邊啦，即係我哋呢排講開，我熟個地圖啊，去韓國喺哈薩克緊急落機，咁啊仲要係全機人。連埋啲顧，連埋啲乘客一齊制服呢個韓國大媽，交俾當地嘅警方。做得好 ，OK， 好啦。
南韓乘客咧翻到南韓咧，向媒體講，佢話真係覺得好尷尬。佢話其實咧，佢哋已經覺得咧，嗰班 airline 嗰班 crew 好克制啦，但係仍然被不停咁樣鬧咗三個鐘。喂，我當可能有啲嘢真係唔啱你心水。屌你老母閪！你鬧幾句收爹啦，人哋都態度良好就係嘛？抵撚俾人拉啦，戇交即係大撚曬咧，終身監禁啊！呢啲咁嘅冚家產咧，咪啊嗱，咪又未至於終身監禁嘅。但係呢啲咁樣位係可以嗱，唔好講個咩經濟損失先，即係喺街上停我五個鐘，你淨係咁樣可以用一佢有啲航空條例係咩擾亂嗰個機個安全㗎，因為你咁樣啊嘛，屌你判你三五年，你都戇撚鳩啦，賠翻曬所客嗰啲機票先，係咪先？你都戇撚鳩啊！屌你老味，好啦，嗱，另外呢一單嘢咧，嗱，其實前日出嘅就日本男女招即係嗰個招屍即係燒窿案啊，燒窿兩條屍啊。就喺呢度瀝木縣啊，嚇！咁有途人喺4月16號上個禮拜發現兩具燒焦嘅屍體，嗱兩個屍體咧燒窿曬嘅，綁住嘅索帶，十字嘅搭住。好啦，咁而家懷疑咧啊，睇啲手法咧就似乎係幕後黑手，可能有亞洲犯罪組織，即係唔係當地人嗰啲，我唔好理佢住先。我睇一段新聞，一男一女死者 ，OK， 咁已經有人自首啦。25歲嘅日本人平山靈權，佢去自首就係話嚇，因為咧啊，佢大佬嗱，我咁估佢估計係黑社會啦，就叫佢借架車同埋借啲架撐出嚟。咁佢於是乎咧，閉路電視拍到佢借一架車同埋啲架撐，然後另外兩個人去做嘢嘅，就車走咗寶島夫婦嘅，呢個叫寶島啊啊！好啦，即係死者，所以警方暫時就認為平山唔係幕後黑手，而家就揾緊嗰兩個人啊。案發就係上個禮拜16號，有人喺6:10左右經過現場，發現河床上面起火，唔知有屍體嘅。然後到大約8點，即係一個鐘頭後到啦，有附近嘅市民向派出所報案話，發現兩具燒窿嘅屍體。差人去到咧，發覺兩個死者咧，一男一女咧。都是手腳被人用膠紙綁住，個頭咧就俾個袋同埋膠袋笠住，但係兩個人致死咧都未必係燒窿啊，似乎係啊頸部受壓，即係俾人碾撚死嘅。嗯 ，OK， 好啦，兩個人遺體下半身有膠搭啊，好似個十字嗱，呢一個咧好似個十字咧就未必一定係人哋咁擺嘅，即係嗰啲儀式嘅。可能係兩個大家想像到手腳被人綁咗，兩夫婦咧互相去掙扎啊，去互相靠攏啊嘅時候咧，搭出嚟嘅肢體亦都唔奇嘅。附近亦都發現咗竟然有裝載汽油嘅啊罐，即係為淋汽油嚟燒啊，死鳩緊啦！好啦，咁啊，發現遺體嘅地方咧，據當地嘅附近居民講咧，其實好少人出入嘅啊，就算啲居民都唔係成日出入到嘅。咁我哋睇下呢個。寶島叫做寶島，好少啊！日本人好熟悉呢個城啊，寶島。我淨係知道寶島係台灣嘅啫。龍太郎話龍喎，係日本一間唔知乜嘢人民啊，咕嚕咕嚕商事嘅老闆，住喺東京都台東區，登記地址都喺嗰度噶啦。好啦，啊呢兩公婆咧，成日騎踩單車去巡店嘅，好多店喎佢哋。嗱，根據咧佢嘅朋友接受日媒訪問，佢話咧喺 Covid 期間。上野商店街咧就好困難嘅，唔似上野度度都困難啦，嚇咁啊！佢話嗰條街嗰啲食店差唔多全部收曬皮，寶島咧喺個時候就趁機咧用平價將佢租曬落嚟，就經營24小時燒肉店、意式餐廳同埋壽司居酒屋等等。話我哋去日本最中意就係呢啲意式燒肉店啊，咁即係呢啲啦，居酒屋啦。佢話咧佢。喺生前喺呢個黃金地段上野嘅御桃町一帶，佢所知咧經營起碼都14、15間店，包括有居酒屋啊等等啦。佢話咧，喺更加貴租嘅地段咧，佢又另外揸上咗有10間以上嘅店，咁啊，所以咧，淨喺嗰橛啊，會有20-30間鋪啊。啲人咧話嗰條街可以叫做寶島路啊，嚇。另外因為做到生意啦，佢做埋進出口啊、地產啊等等咁樣啦。嗱，寶島生前嘅員工就話咧，老闆咧，喂都好親力親為嘅喎，雪櫃壞咗都自己整嘅，完全唔會擺架子，所以同事對佢好尊重嘅。但係 ，OK，
附近的行家咧就對佢風評就唔係幾好啦，啊，因為話佢咧，譬如啊，佢招來客人嘅時候非常進取，譬如有人準備入競爭對手間店，佢會大嗌，譬如燒肉，總之大嗌吸引咗人哋咧，然後拉客走嘅，係啦，而且咧，佢亦都即係有一樣嘢咧，就令到佢哋附近啲人啊好唔開心。因為佢咧會有陣時咧，譬如有啲同類嘅店咧，佢就會用 cut flow 即係割喉式嘅價格嚟競爭，而且按照咧商店街同埋日本政府嘅規定咧，廚要擺入膠袋入邊包好先擺落垃圾桶嘅。但係寶島啲鋪咧就成日唔用垃圾桶喎，唔擺落個桶度喎，就咁擺，因為點解咧？打開個膠袋唔索好就擺咗出嚟，因為佢要繼續有廚啊嘛。咁樣撲街啊！就引嚟個烏鴉同埋老鼠，所以呢個寶島先生咧就係當地咧就係啊引風評好差嘅。咁但係咧你話呢啲嘢係咪可以引致到佢要俾人咁樣殺法咧？咁等差人去查啦。比較有趣嘅咧就係由日本媒體呢個 Fresh 周刊就話原來寶島咧就唔係日本人嚟嘅喎。咁你估你係嚟自邊度咧？咁開頭嘅時候，哇！你咁嘅風評，開頭又話佢嚟自韓國，又話佢嚟自中國，都係嗰啲地方噶啦。咁但係後來咧 ，Fresh 周刊咧就證實咗啦。咁你覺得佢證實嚟自邊度？而佢咁嘅都係嗰度啦。你做埋啲咁行話，你真係唔好要我畫公仔畫出腸啦。總之嗰度咯，屌你老母，溝人哋生意唔好，租曬啲鋪，好撚平去打擊對手，見到人哋。屌你老母有客咧，喂，咁做咩啫？哎，老友呢度啊，食燒肉啊，咁樣鑑粗過嚟啲嘢，喂，屌你我係間客房，唔係好撚煩，屌你老母成個成袋廚餘擺喺度個垃圾桶度有廚餘，繼續掉落去，咁引嚟老鼠咯。喂，仲有，屌你老母啲人啲嘢壞咗，唔好揾人嚟整啊，我可以啦，我嚟，即係嗰種啊。係。咁你咪大家估下係嚟自嗱，我俾個提示啦，係乜國？唔係南乜 ？OK， 乜國？係乜國？OK， 屌你老母閪！呢一單嘅新聞價值就最重要喺度咯。係美國啊！屌你老母閪，德國都唔定。OK， 好啦，咁啊，另外啦，最後啦，咁啊，呢一個咧啊都唔使講噶啦，其實早知。咁日本民間專家組成嘅人口戰略會議星期三發表報告。咁其實咧，除咗呢個即係民間專家組成咧，政府其實亦都有做一啲咁樣嘅研究調查噶。咁但係呢個民間專家啫，你知日本人好專嘅咧，佢係發表得更加仔細，係逐個縣逐個縣咁樣逐個成城市去做。佢話咧，如果繼續以而家咁樣嘅生育，即係咁生咁少啦，或者移民政策咧，去到2050年啦，2050年唔好多年㗎，廿零後㗎咋啊？佢預計日本咧會有774個市區。同埋嗰啲丁村咧，即係相等於而家嘅40%嘅城鎮咧，係會有消失嘅風險，消失添。喂，嗱，佢話有4個嘅佢嘅推算，佢用全國日本全國1729個地方自治體分為4大類第一就係呢個面臨消失風險嘅自治體，第二就係黑洞型嘅自治體，第三就係呢個自立持續可能性嘅自治體，第四係其他。我都唔好講啲咩黑洞型自治體啦，黑洞型自治體就係。黑洞型自治體有其他人口 add 入去嘅，但係咧面臨消失風險嘅自治體入邊咧，即係話係會甚至乎呢個地方係會冇咗啊！如果你再唔去做嘢，因為最重要就係去到2050年嘅時候咧，根據佢哋而家個計算咧，20至39歲嘅所謂生育年齡嘅婦女咧，係會比而家呢一刻咁都唔多啦，係減一半，再減一半。而日本咧嗱，根據呢個調查咧，佢哋生孩子嘅細路係1.26。咁你生得咁少1.26，然後你到時咧就會再跌一半，咁所以佢認為咧係好高風險咯。嗱，而呢啲面臨消失風險嘅自治體咧，竟然係有啲我哋好熟嘅喎，北海道函館啊，函館好靚喎，會消失喎，青森縣青森喎，嗱呢啲我都去過嘅，係啊，我全部去過嘅，係啊，好啦，至於黑洞型自治體，即係都有機會嘅嚇，冇咁大。譬如係大阪市大阪市係啊，東京都嘅細田谷區啦，
我唔係好輸入喺邊度啦。咁嗱，當然最主要原因咧，其實咧就係呢個係一個啊好奇怪嘅問題嚟。我哋見到柬埔寨嗱、越南而家開始嗱，其實連馬來西亞都係嘅，馬來西亞、南亞啦已經係。馬來西亞嗱，因為佢而家嗰個生育率仲頂得住，就因為嗰啲馬來人生嘅。馬來西亞華裔，我哋有陣時見到咧，嗰陣時我哋去咧，見到啲家庭可以生三四個喎，閒閒地喎，即係華唐人啊。但係原來咧，而家咧其實已經好傾向都係一個起兩個字，甚至乎連馬拉人受過教育嘅都有咁嘅情況。嗱，咁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嘅，你香港都離譜啦。台灣又好離譜啦，韓國更加離譜啦，未聽過零點六幾、零點七喎啊！咁 general 嚟講咧，你起碼要生二點一先叫做命聽到，譬如你啦，五百萬人，嗯、你嘅人口出生率係二點一咧，咁就可以估計咧都係命聽到500-500萬人嘅，係點解二點一咧？你一男一女啊嘛，二啦，點解點解有啲嘢唔撚大噶嘛，冚家產噶嘛啲啊？咁你咪要預啲死撚咗咯，咁啊二點一，咁你其實見到咧世界各地咧，包括歐美地方啦，一受個教育咧，其實係全部唔會有二點一嘅。但係就全部你譬如你見到挪威啊，甚至乎美國啊，咁撚離譜啦，搞到要放屌你個美國呢，真係唉真係，即係老實講，而家我覺得世界上最大嘅危險就係美國分裂啊！你睇過未啊嗰套嘢？未啊。啊就係、是、美國，你睇下而家嗰班咁啊，你阿耶魯嗰班冚家產，屌你老母！喂，共產黨啊，唔係，即係嗰啲左翼人士嚟啊！屌你老母係，咁我真係唔知道你今年個選舉之後會點？你屌你仲有乜撚嘢能力？喂，我係喂阿大，但阿淡定啦，嗱，咁見佢噶啦，聽日應該或者今晚我唔知幾時啊，話24至26啊嘛，喂淡定喎、啊，即係如果我係佢啊，你明啊？喂，我驚你乜你搞撚掂自己先咯、啊！你搞我啊，嚇鬼啊！嗯、喂，我而家唔係講笑啊！我講真啊，你搞掂自己先，屌你火槍後攬啊！哇！你話呢一個呢一支掛幾撚硬？就算阿 Trump 再翻嚟，係咪搞得到？我都好懷疑。去到而家咁嘅環境，因為嗰啲人佢真係最慘嗰班戇鳩啊嘛，佢、真係信啊嘛。嗯。屌你有冇真係信嗰度好笑啊，大佬嚇！屌你咩？屌你和平與愛、私有制啊，冇公共財產呢啲講得即係冇私人財產呢啲講得出嘅咩？屌你！好啦，咁但係你發覺啦，人啊，歐美國家咧點樣低都未至於你東亞咁離譜啊！嗯，咁當然我哋即係我哋唔講咁長啦，我當然我哋會有個明白個原因啦，係嘛？因為鬼佬我成日覺得佢哋自由啲，都係有啲天生天養，即係。即係你有你嘅生命啊嘛，去尊重個體啊嘛。嗯。而東方人咧，好多時將個責任咧，即係攬到好大啊。咁你咧攬到咁大嘅時候咧，包括韓國人、日本人都好啦，即係希望望子成龍話點樣嘅時候咧，你真係唔夠膽生嘅喎。因為佢成龍嘅機會係你要投資好多啊，而成龍嘅機會亦都好細嘅。嗯。所以咧。即係老實講，我淨係睇我哋啲產品同埋睇啲網友，我就知啊。喂，個個養貓狗啊，而家你養貓狗貴極，你唔會貴過個仔，唔使補習咁啊，直頭。雖然都好貴，佢一雖然都好貴，走走貴。咁啊，好貴，但貴極你，屌你真係唔夠養個細路，你信我啦，屌你啦，而且又乖，屌你老咪，屌你咪十八歲只狗，屌你老咪，你去撚，你再去公幹，老婆攬我翻嚟，我爹哋又快啲翻嚟啦，仲乜撚嘢？啊！喺老財唔撚得啦！屌你老母，好撚慘啊！喂咩事啊？財到我先生實際，醫生話佢屌你老母係紅斑狼瘡，屌你乜跟住屌你老母子宮頸癌乜撚都齊啊！屌你老母喺度盲撚埋，屌你老母而家攤啦食唔到嘢，哎呀咁流口水，屌你老母又瘋狗症乜撚都齊。好啦，喂咁你快啲即係打支咩啦？佢唔肯去啊，唔肯出門口啊，唔知咪知道我同佢帶去打針啊？你快啲打翻嚟啦！我同佢講，你佢又唔知咪想見你一面，啲狗好撚有性嘅喎。係啊。是會見埋，即係等你翻到嚟，主人就一下佢先死啊！阿財，屌你老母，你安心啦，阿財，佢哋咁啊死咗啦！係啊，真係啊！屌你老母個仔，十幾歲仆，屌你揾唔揾翻嚟啦！打電話，你想唔想聽？我寫到福你啊！所以你真係好多人啊，同埋而家啲人又養貓，啲貓而家唔等先，但係啲貓好緊狗喎，開始
唔撚知點解以前貓好撚串噶嘛？如果啲貓又會搖頭擺尾嘅喎，咁閪嘅喎。OK， 咁我都覺得係養動物好過養人啊。但係你咁樣搞法，你所以咧點解話移民日本不是夢啫？你如果你嗱你好耐，你今年你如果你出去，你又留意啊，係比我哋之前幾年都有啦嘛。係再多咗好多外國人喺度做嘢，即係去日本幫下手啊，多好多。嗱，我哋早十年前已經係其實嗰啲都係好多啲南亞人嘅，係好多，已經好多啦。做啡粉啊，係而家仲多啊！佢而家有好多，我覺得係嗰啲中亞嗰啲人嚟嘅，即係中東嗰啲都唔多。中東都有，印尼都有，菲律賓都有，唔係有啲有啲係誒，即係嗰啲咩敍利亞、中印度啊，係啊，嗰度誒嗰啲咩咩咩咩咩咩咩斯坦嗰啲人都有嘅都，好撚多，中亞啲係好撚多噶。OK， 屌你，喂，老實講。一陣我哋今日講新南疆啊，喂，去撚到，屌有乜咁搞搞下咁啊，又埋籍咪有日本人咯，有乜好分啊？你個國家咪一個，好休息陣。